好，下一位是刘慧卿议员。是，多谢主席。主席，我发言呢是支持何秀兰提出的动议呢，是现即休会。我们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呢，主席，在社会上呢是有极大的争议。而因为呢当局的计划呢是影响很多千的市民的市民的福祉。但是之前呢是没有跟他们谈清楚。其实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呢是很合理的。但是当局呢是没有给条路他们行。有很多要他走的又不解释怎样去安置他们。有些要耕田的又未有政策给他复耕。上一次副局长都说如果等另外一个局长去想一下先。喂，咁如果你各样嘢都未諗好嘅，点解你又要匆匆嚟立法会呢？好似老人家安老院嗰啲，又係讲到天一半地一半。所以主席，即係当局呢，我上一次都讲过，即係你完全呢係冇出去同啲居民去傾下，大家去搵一个解决嘅方法。因为你諗住嚟到立法会保皇党夠票啦，你咪过囉。就算你真係过咗财委会呀，你估你的问题就完咩？那些居民的抗争是会继续的嘛。我们要处理问题就是要跟人去谈，问下他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方法去解决。居民是很嬲，有些居民都找我，因为他是很支持的方案的。我告诉他，我说我明白你们有人支持，但你又知不知道有很多人是感受到很嬲，因为政府是没有解决他的问题，所以他叫议员去反对他。咁所以搞到个社会咁撕裂，当局呢就係始作俑者。你拎到问题嚟到立法会，咁大家嗌交啦。而家立法会呢就变成一个堡垒。堡垒得几多次呢，主席？即係我哋每一次有呢啲咁尖锐嘅冲突，就係因为当局係提出一啲呢係冇深思熟虑，亦都冇清楚去处理问题嘅嘢，就交嚟立法会，就要立法会去通过。我亦都同意同事讲呢，主席係应该俾议员去问问题。就算高铁事件当年，我哋秘书处秘书长亲自去同啲议员傾，问佢仲有几多时间要问，有啲咩问题要问，加好晒大家喺度俾大家去问完。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合理嘅人嚟嘅。你俾佢问清楚啦，然后先至一锤定音啦。主席你而家咁搞法呢，我相信议会里面有好多争议，出面呢就更加嘈，边度系解决问题啊？